现在是放什么？刚刚是豆子这么多就好。来，你烧一下豆子这么多，这样就可以打一杯。哦哦，那你呢？豆子放多少？这三分之一。啊，有加三五草，你水要多一点哈。哦哦，我现在加水给你看哈。来，现在是什么？冰糖。哦，来芝麻。芝麻。你可以加芝麻。这个芝麻是随便你啦，你要加你就加哈，不加都可以，随便你哈。可以直接开水，你刚才有知道这滚水哈？因为我现在收把它关掉了哈。要放滚水下去是？你有三五草就要滚水。哦。干粮没有三五草。没有三五草就不用。你是说黄豆的话就不用啊？那不用。黄豆你煮熟了吧？哦，黄豆要先煮熟。都要煮熟了，不然你不煮熟，你还要再煮一次啊？哦，了解的。他给你方便来，所以一般你的黄豆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多一杯水。到这里，备水。啊，现在有三五草，多更多水。哦，你看一下，这样是有加三五草。好。啊，豆子你可以看得到哈。哎，什么变？拿错了。没有，拿错。要这个差不多。那个很烫，那滚的。哎，不是开玩笑。这滚的。对啊，我的就是要拿这个才对了。我那唔斩落去，我只手就烫。你看看，它这是滚的哦。嗯。来，再把它锁起来。好。我要不要给你点？你又看不到，我帮你点好了，点红点。等一下再点，现在先做。现在点给你看，顺便看一下。哦。来。我要洗了，我要洗了。好。果汁机啊。对，果汁机。它可以打热打冷的，这不是一般的哈。要对准那个对准。那现在是叫妈妈那个用妈妈的打热的，好，那我先给你们喝冰沙，哦。来，现在三角形对三角形，有没有？哦。还是要加吗？这样压下去，右转才有电哦。哦，没有，它是没有电哈。这样按这一个，按这一个，按这一个。你放着它就往下提了。哎，手可以伸过来，手可以伸过来。有没有风？它散热，嘿，它散热，嘿。打这个标一分钟哦，标一分钟嘞。没有。这个是高速还是低速打？高速。这是高速。哎，人家不是说高速的话比较营养会流失？那这个不会，这密封的。妈妈，你看这一罐，如果是氧化的话，那就氧化了。你看我放那么久都不会氧化。你看哦，我这个至少放了半个小时以上。一般你们的水果汁放了半个小时以上，就氧化变黑了，变黑了，氧化了。妈妈，你看哦，你的豆浆，你看这里，有没有？它流下来就这么细哦。这个你稍微打40秒、50秒就可以了哈，不用打久，那要一直按着，它速度很快啊。我是看马达。你看打这个不要一分钟就打了。可是我原来有一次这个，就是那个按的地方不灵了，按的这种按的很容易坏掉。那你可以找我们哈，我们有保护。麻烦等一下哈，不止保证书，这边我还会推电话给你，哎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你看了、哦、这样就打好了、哦，有没有快？你看了、哦，你看它打起来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就打好了，你看有没有细？那、你要更细的话，稍微多5秒就好了哈。按、你完毕以后，这是不是没有满？把它加满。加满。你可以把它加满。加满是什么？没有加太浓。哦。打好以后再把它加满。打好再加满，哎，要把它打均匀，用1秒钟把它打均匀，好。这样就好了，哎，这是打均匀，这样就好了，哎。那你杯子呢？你自己喝看看你自己的。那个是不是我的杯子？对，你的哦。你自己喝看看，就这么细哈。你看细度够不够？要不要再多5秒？应该够了吧？够了哈，来，再给他带走。你盖子不是说你洗了？啊，对，洗好了。有没有？啊，你要出去像爬山什么，就这个
刀子拿起来，哦，刀子拿起来，哎，对对，像就像这个，这拿起来，哦，这没有带出门，哦，啊，这锁上去就好，这样好了，哦，这样带出门，哦，要喝，哦，喝这样直接带打开，哦哦，还有另外一个盖子的头给你啊，哎，带那个。这样你知道哈，哦哦，今天这个是送你的哈，哦，嗯，好了，好了，然后我跟他拼那个，我拿杯子过来，因为要拼，来，啊，保证书要给你哈，嗯，啊，等一下我杯子拿过来，所以你这个是新鼎这个，对，新鼎，对，你看这里六字，哦，是是是，